是前两天穿的吗？我只记得我前两天有，前段时间有穿过黑色的，那就想不起来了。当时还有录屏呢，是不是这个？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呀？也不是，那我就想不起来，是之前吗？是很早之前吗？如果是很早之前的，那可能就会没有了。如果是最近的，应该不会丢掉，应该会还在的。比这个还性感？真假的？比这个还性感？开什么玩笑？是裙子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还记得有个这种玫瑰花的，就是这种，开的国际玩笑。一万感情，这份感情你还犹豫不定，自己偏偏还要全蕾丝的。那我忘记了，太多了，太多衣服了，太多衣服了。你想一下，一个女主播投入多少呀？投入多少呀？你都有我绿泡泡，那你怎么不在绿泡泡上面说？就是没见你穿，没见你的穿黑色，就是没见过你，就没见过我穿黑色，就是全黑的那种嘛，全黑的纯黑。那是你运气不好。一意孤行，很至尊宝。对，没见过我穿黑丝，但我穿很多那种吊带丝袜呀，我穿过很多类型的吊带丝袜，你们没见过，各种类型的，白色、红色、黑色。为什么？难道只有我喜欢？我觉得吊带丝袜会比黑色好看吗？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欣赏，反正我觉得吊带丝袜会更新消费一波。大哥们刷一个吧，大哥们。最近连百家饭都吃不起了，大哥们支持一把吧，支持一下这个主播吧。吊带不如黑丝是吧？你们反而觉得黑丝好看是吧？我倒不喜欢，我觉得吊带的很性感，而且很方便。我觉得那种黑丝啊，我跟你讲，穿着它吊裆，我讨厌那种。我很讨厌那种吊裆的东西，我真的很讨厌。要么我都不穿，要么我不穿，我不喜欢那种
嗯，对，所以因为可能因为我有点胖嘛，不是那种瘦瘦的女孩子，可能腿瘦瘦的，或者是那个腰细细的，她可能穿就很舒服。我这种的就适合，对，你看小野理解，就是因为我大腿肉多多的，然后屁股上肉多多的，我穿那种就有点吊裆，你们懂吗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，所以我不太喜欢穿黑丝。但是我觉得我穿吊带的就很性感，你们肯定你们不懂，你们又没见过，哎。所以就每个人的欣赏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有的人喜欢职业装，就很喜欢，就是也讲不出来哪里性感，但他就很喜欢，就是哇受不了受不了，他就是很喜欢嘛。但有的呢，他就很喜欢那种。我们就是说那种衣服啊，就比如说女仆装啊，或者是职业装，还有那种女秘书装呀，就是每个人喜欢它不一样，懂吗？蛋你个鬼呀蛋！蛋你个大头鬼呀你！说了会掉裆，肯定是穿过。对啊，我肯定穿过呀，穿过。那就是老是掉裆嘛，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总穿吊带也可以尝试下，我穿过呀，我穿过呀。我穿并不是那么好看呀，并不是那么好看。我腿又不细，我又不苗条，我穿那种不好看。现场开始试试，哦，你们很会说哎，你们很会说哎，你们不做主播都可惜了，真的大哥们，你们不做主播都可惜了。改天吧，对，改天试试吧。黑丝部分看不到。君不见，且起舞翩翩。君，就是君子看见，只看见臣妾在笑，却没有看见臣妾哭的时候。有一种魔力，可以换啥衣服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可以换啥。有的时候穿太性感的要被踢，就是还蛮难的。有的时候其实挺难的，就有一种无能为力，问问才消费。